始要唱是要跳的哈。哎，怎么样？要跳的，要跳舞。对呀、啊，要唱要跳，你要做唱跳的歌手。唱跳啊，嗯，练过一下，练一下。好了，会唱的朋友就一起唱，然后会跳的话呢，跟我们一起跳，好不好？把时间交给你们喽。好，掌声给他们三位。哎，麦克风这边就哦，交给我们 ，OK， 好。那我们要向前一点点，再更靠近大家。所以这首歌刚才大家听过，它就是真的非常朗朗上口，所以大家觉得你放在 C 位。有金爷爷嘛？